今天收的这批智能手表还是非常可以的，这个反应速度是非常快，尤其这个台湾亮屏基本上是零延迟，跟苹果那个手表有一拼，而且做工是非常好，很薄，支持蓝牙通话，可以连接蓝牙接打电话什么的，戴上以后这个效果也是非常好看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小鹿捡肉。今天咱们收了几百套这个智能手表，型号是 X8， 出口亚马逊的，全部都是全新没有拆封，然后两个颜色，有银色还有粉色，每一台都有这个塑封膜，非常板正，原箱原件。重点的是咱们收回来是特别低啊，30多块钱，而且功能是比较多，基本上智能手表该有的功能呢它都有。之前咱们收的类似的这种智能手表至少也有50-60块，然后这一批是30多收过来的，一会儿咱们拿到办公室开机，然后连上那个 APP 详细的给大家说一下这个智能手表的功能。反正总结一句话，30多这个肯定是闭眼路也捡肉，而且夏天是吧，戴个手表啊看个时间也是非常方便的。好，两个颜色咱们每一个都拆开了一套，有这个银色还有粉色的，然后看一下自己用还是送人是吧。然后全新没有拆封，打开以后里面是有一根这个充电线，包括一本这个使用说明书，介绍的是非常详细。刚才咱们也已经说了，就是基本上该有的智能手表该有的功能呢它都有，像这个消息推送，还有这个相机控制、音乐控制，一些什么心率啊、智能闹钟、秒表、久坐提醒都有，睡眠，包括这个蓝牙通话，这个是可以连接手表的这个蓝牙，实现接打电话这个功能，血氧还有生理期，包括运动的这些模式，这些功能全部都有。然后 APP 呢也是之前咱们收的很多手表通用的这个 APP， 非常稳定啊。现在咱们已经连接成功了，型号是 X8， 这个 APP 是可以查看电量，包括可以更改这个表盘，本身手表里面呢就是出厂内置的一些表盘也都是非常好看，然后这个旋钮呢也都是真的啊，这个是可以直接旋转，然后调节这个表盘，包括菜单什么的也可以调节，它不是那种假的摆设，大家看一下，可以直接旋转，而且整个表看起来这个质感是非常好，屏幕也是非常清晰，这个是高清屏来的。然后从上往下滑，它有一个快捷的这个菜单，这个自动排水，因为它是有扬声器的，这个手表侧边是有扬声器，可以实现接打电话蓝牙通话的功能，包括听歌什么的也行，亮度调节，还有这个设置。大家收到货以后呢，因为咱们这个手表是出口亚马逊的，所以说新的，然后开机以后呢是英文，这个默认的语言是英文，连上 APP 以后呢会自动的更改成中文，这个主菜单的样式也可以任意的设置，很多种样式可以选择，然后底下震动包括响铃，里面内置着震动包括扬声器，也可以调节这个震动的强弱，勿扰模式、省电模式，包括这个通话开关，直接打开以后，然后手机再连接这个手表的蓝牙，就可以实现接打电话蓝牙通话这个功能。系统，关于本机版本，反正这个设置里面就是这么多功能啊，这是从上往下滑，然后从左往右滑的话就是一个快捷的这个菜单，然后点击右下角这个就直接进入这个主菜单，所有的功能都在里面显示，心率啊、锻炼、通话。正好咱们实拍视频给大家测试一下这个蓝牙通话呢，就是通过蓝牙连接手机然后实现这个接打电话，这个蓝牙通话这个功能啊，就是类似于咱们大家的蓝牙耳机，你就想象成这个手表就是个蓝牙耳机就可以了，要单独的连接这个手表的蓝牙就可以实现。然后锻炼里面一些运动的模式，什么跳绳啊、篮球、网球都有，血压、血氧、天气，往下滑底下还有很多功能，闹钟啊、秒表、手电筒、计算机、游戏，里面内置个小游戏，功能是比较多，反正市面上智能手表该有的功能它都有。但正好来了个信息啊，某信是吧，这个消息通知也是可以收到是吧，信息都支持推送，从下往上滑它就可以看这些历史的消息，从右往左滑的话是一些快捷的这个卡片，咱们可以添加，像天气啊、
还有这个心率什么的都可以添加到这个卡片里面，这样的话咱们就能快速的看这些功能啊，从右往左滑是吧，可以快捷的看这个天气什么的，反应速度是非常流畅啊，我感觉是非常好用。重点的是咱们30多收过来，然后咱们放肉呢直接38这样出，大家对比的话一定要理性对比是吧，你非要拿30多的跟1000多2000多的对比，那实话是说有点太过分啊。但是秒杀市面上100元左右100-200的是没有任何问题，毕竟呢咱们才30多收过来的，然后咱们放肉呢就是直接38这样突破，大家想想是不是这个道理是吧，一定要理性。好，本期的视频大概就是这样，喜欢这个视频呢记得关注一下李小璐剪肉，后期有更多更好玩更便宜的东西我会分享给大家，拜拜，我们下期见。